我还没吃过呢。你还没吃过？嗯。你啥没吃过？大家好，我是妍妍。今天小雨三岁了，然后他早上一起床的愿望就是说，我今天我要摘草莓，我要吃最大的草莓蛋糕。然后现在就带小雨来摘草莓来了。哪里都摘草莓呢？往里面走。往里面走。因为小雨全部都要吃回去。嗯嗯，对。妈妈。妈妈，很甜呐。哦。哈！看见没有？耶、yeah, ，找到了。走。妈妈，快点开火车走呀！哦，好。哐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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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哐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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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找找，这怎么样呢？这个不怎么样，不太好哎，有点轻，我们去换一个吧。好吧。嗯，好。哐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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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我怎么样呢？这个可以，来吧。可是不倒啊。没关系，走吧。看看看看。等一下，干妈看一下啊。谢谢。这颗不错的嘛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不错。嘿，轻点摘，轻点摘。牛肉。哎呦妈耶！哎，没事。没事。嗯。哎，没事呢。我不是在等着。干妈能不能趴着看？我一口都。这么大呢？那个不要。这个应该。哇，这么大呀！那么大呀，有好大呀！婆婆种的草莓好不好？哎，爸爸不要这样。有肉。可以拔出来呀。可以拔出来了。你看。我再吃一口。哦，那你吃一口吗？马尔多，可以吃。马尔多草莓送给你。是什么呀？给干妈。谢谢干妈。不用谢。妈妈，我上面到处都是水。我在摘草莓。